鹦鹉荡失路，飞五日敲门揾帮手。望咩呀望？未见过雀仔荡失路啊！我前排同主人失散咗，自己喺英国快咗五日啦，觉得攰啦，想翻屋企，但系唔识路，咁咪敲门揾人帮下手啦。仲吓亲呢个住喺普利茅斯嘅姨姨添。不过佢都好好人，搵动物权益组织嚟送我翻附近嘅屋企，先知道主人担心死，感动到我咧。但系翻咗咁多日啊，我好攰啦吓，翻到屋企都系挂住瞓，唔得闲接受访问噶啦，拜拜。